大家或许不知道，欧美国家热爱饲养的神仙鱼，日本水族达人精挑细选的水晶虾，风靡大陆市场的红鱼，这些美丽的水中生物多数来自台湾。到底在这小小的土地上，台湾是如何一步一脚印地建立起独步世界的水族王国呢？随着社会进步，生活水准提升，饲养观赏鱼成了世界潮流。台湾由于地质多样化、四面环海、高温多雨的气候及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，具备了发展多样性观赏鱼的条件，也因此可以满足全球淡水及海水观赏鱼消费市场的不同需求。由于观赏鱼养殖具有低耗水量、高单位面积产值、具世界性消费市场等特性，因此观赏鱼于2009年纳入行政院六大新兴产业精致农业健康卓越方案，并于2013年列入自由经济示范区农业加值，属于政府辅导重点产业之一。依据财政部统计资料，自2009年至2014年，这五年来，台湾外销观赏鱼出口值成长74.6%，显示观赏鱼的发展具有无穷的潜力。为了避免自然资源枯竭与疏解市场需求，人工繁殖鱼苗技术极为重要。台湾水产养殖科技与经验先进，高等技职教育普及，学术研究机构林立。目前台湾已经成功地发展出数百种淡海水观赏鱼的人工繁殖技术，可说是世界第一的空前纪录。我们的试验研究单位针对观赏鱼虾进行繁殖饲养技术突破，研究人员经过鱼种配对、产卵控制及种苗量产等设计开发，成功地将许多技术转移给民间业者，在计划性的生产种苗后行销全球。台湾在基因转殖观赏鱼的技术独步全球，这项成就曾在一天内就吸引了200多家中外媒体竞相采访，相信未来也必定能引领着观赏水族界的新潮流。台湾南部有着充沛的地下水资源，水中的矿物质丰富，非常适合培育各色各样的观赏鱼虾。渔场主要集中在屏东县长治、麟洛、九如、潮州、竹田等乡镇，以及台南市的龟仁、仁德等区。业者培育的非洲磁雕、美洲磁雕、异形、锦鲤、红鱼等琳琅满目的观赏鱼，从种鱼培育、繁殖、育苗、养成等阶段，然后再出口或内销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聚落。近几年来快速发展的海水观赏鱼，包括海马、珊瑚及小丑鱼等，则是走向色彩变异、稳定品系、配种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精致化养殖，品质非凡者身价可达数万元新台币，大受国际市场青睐。此外，近年兴起的淡水观赏虾可说是水族产业里的黄金瑰宝，经由人工培育后研发出的新品种，身价和同等重量的钻石、翡翠相当。一座美丽的观赏鱼缸，如果能搭配各式形态优雅的水草，将更显得生气勃勃。南投县鱼池乡海拔6至700公尺，玉山山脉为自然生态提供了十足的水汽，使得这里的观赏水草业者能每年量产出100,000株水草，行销海外数十据点。还有水草业者不仅种植水草，还成立水草博物馆，让鱼缸里的配角摇身一变成为主角。
水藻餐厅更是独具巧思的创意延伸。这些有趣的多重特色，让水草养殖场兼顾了观光、教育与休闲的多重目标。为了产业提升，业者也开始重视产业的人才培训、鱼病防治管理、国际贸易物流等专业领域技术发展，希望能从量贩模式走向精致高单价的精品鉴赏玩家市场，将台湾的观赏鱼产业品牌打响，走进国际舞台。观赏鱼产业的日渐成熟，也同时带动了周边产业的蓬勃发展，包括了鱼缸、灯具、温控、过滤、马达、饲料、造景器材、水质与疾病处理药剂等关联产业，形成了一条绵密的产业链。产业链形成之后，开始有专业的工厂配合生产各种的水族器材。以鱼缸过滤系统业者为例，产品包括外挂过滤器、桶式过滤器、水陆两用变频马达等。观赏鱼饲料和鱼的体色、成长、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开发人员需针对不同鱼种、虾种研发出各种适口性佳并且符合成长需求的各种饲料或营养品。将台湾观赏鱼、虾、水草等活体生物与各式用品串联起来，美轮美奂地陈列于商店内，方便消费者购买，就是一般民众眼中的水族馆。这里不但是大众获取水族资讯的最快速管道，店内塑造的品牌专业形象、水族生物的最佳展示状态，都为消费者提供了最美丽的服务。自2009年起，政府为了推动台湾观赏鱼产业走向国际化，每年举办台湾观赏鱼博览会，使国内水族业者有机会相互交流养殖相关技术，进而有效行销产品至全世界。2014年，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内成立了全球首创及研发、蓄养、检疫、包装、出口及行销一贯作业的大型水族产销基地亚太水族中心。进驻中心的业者在这里研发培育观赏鱼，政府则提供养殖技术及各项服务，加速促成产业进化。为了协助业者通关出口，中心内还设置检疫站及实验室，负责水族生物疾病防疫、检疫及检测业务。海关也在此进驻，负责保税业务及进出口通关管理，提供最及时、最完备的服务。同时还设有进出口仓库货站，提供业者使用。台湾观赏鱼出口国家遍及世界五大洲，观赏水族业是具高附加价值、对生态环境损耗极低的休闲产业。政府为业者提供了周全的服务与支援，其能创造出无数水族界的台积电，引领台湾成为世界观赏鱼舞台的中坚力量，永远的翘楚。